这附近还有其他的什么战壕等等，你没有观察位，对，你就导致你不敢往里面去，你只能在全形的边缘的一些高点。是的，你看，就像现在镜头里面看到的 ，Spyro 其实这个位置就想过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位置能去蹭一下，结果就被精准的放倒。是的 ，Summer 这看来像是 Summer 这栓的啊，三倍镜。是的，这个淘汰居然拿到了 SQ 和 DAY， 这个也是刚刚才落位，然后没有想到原住民 SQ 这一波的一个出手，远处放枪还是一波连。这 Pyro 的话也是有机会往回转的，双方一换一，幺二直接互乙。Twins Mad 要回来打，感觉哇，这波车上扔雷，再起了，先用雷看能不能把这个人补。哎，后面打Nava来了，打Nava这个出现。让战局要裂了呀！是的，发生了一些改变，还能混烟，是不是可以摸一手队友？感觉可以摸。推特曼特顶不住了，他选择走，但是巴特利斯还是把小海补了。没错，他拉车拉到了北部去，小海拉位置的时候被抓到了机会。同时，要是看到了 Navi 对 SQ 进，不能再做停留了。周围的枪线比较多的还是，这里泡泡，天霸也来到这里了，听到枪声过来的。萨摩也被倒打倒，哎呀，这一分还被推斯麦的拿到了，疼。然后由于边缘队伍的一加入啊，两支队伍正面也不是打到底。是的，这种停车遭遇战没办法，主要周边队伍太多了，枪线比较密集。双方也都是一比吧。SQ 先没了 ，SQ 已经被团灭了，场上第一支被淘汰的队伍，被 Navi 全面堵到一顿暴打。空投，天霸看完这个切角圈以后啊，选择了向南部去运营。走完从还是有些区域可以待 ，DAY 的话是在南部圈边。好枪啊，小左。是的，准，能不能补？是一个会玩流量的。哎呀，这个FM 上不去了，应该是。是的。这波和 Twismat 其实在那个明天屋附近遭遇这个节奏一下断了之后啊，他很多点位他观察不到了，就被动变成了倒数顺位嘛。对，然后这样进圈的时候就被打劫，被打路上收过路费。那本身你这波遭遇又掉了两个人，哎，看马天山这一侧的一个画面啊，达纳瓦和 LG， Twismat 这波进圈也是会吃到大量的这个两侧枪线的。他这个结果估计和刚才 FM 差不多，车胎已经爆了，没错，倚了一个。这个刚落位，来不及请烟，通过车上的移形换位还是没有成功进去。XO 也是成功收割到了这个圈边的分数，能救。道具啊，回到了反坡做一个防守姿势。哎呦，最后一下他没手雷，抢到头了，这是问题。他队友来丢就行，这一分还是想拿的。Gustav 身上有没有？有，给队友给一个精确标点。Pyro 也是一个分彩，是的，但 Pyro 这两个点有点远彩的。看圈型是南切还是西切？看下个圈吧。下一个圈如果牛海比合的话，没准 Pyro 能补一个位置。对的。那 Pyro 其实就比较难打，因为 Pyro 的两个点位在三阶段的时候并不是很占优势。过程中 AZ 也是被打下来，被牛海比的假脚枪线。这波 Pyro 是应该想从两个防区中间往山上直接开上去。是的。这个地形啊，它不太好开车，就是。它这个蹦蹦非常的。车太爆了。哎呦，危险！还是别打。这路线啊，这路线选的就是车不太好往上开，你提不起来速，离防区呢又不是特别的远。那刚好两个视野角度全能打得到。对。头上 ITK 也在。小组已经被接下来 ，STK 这个乱石阵忍了很久啊，终于有了开枪的机会。周佩岩拿到这个分数。还有只剩最后一个小崔的位置没处落脚吧，没地儿扎呀。这波全是 New Happy 的分数好像。LG 也往里扎就好很多了，因为正好是山头的一个高点，枪线上的话会有一些规避，但是还是被抽下来了一个，抽下来一个，然后他到了炮楼。现在废子呀，他是可以有这个机会能清掉他的。是的，刚落位 Snaker 被 Fixy 又是一条好汉。就这个炮楼啊，废子肯定是想把他赶紧清掉，因为的确是个威胁。你后续废子如果扛压的话，这炮楼出来给你捣乱，也没什么办法。古斯塔夫明显这个雷的准度差点意思。走，哎，这火烧到了，烧到了，但这个应该血掉不了。哎，好准！金宝的雷还是有质量的。
确实，用老牌选手啊，队伍对最舒服，千万不要被动的在防区里等。坦坦瓦上一次就是在这样的地形之中以及对应的圈景里面成功吃到了鸡，但是本次的胜者组的比赛强度高了很多，那么全面的压力在大的时候，坦坦瓦就因为 Happy 投掷物很充足，看因为 Happy 就先把投掷物扔完，是的，打架之前先留道具，这一把手雷漂亮，但是潘灿的手里也是将周皮炎扎倒、一换一，幻神已经顶脸了， STK 本身少一个 Vegas 还在远点下枪，又是费兹、是的，费兹就是这个机会啊，他出来肯定是要打一下这个能打到的人，削弱一下这个东边的压力、现在就是一个抽把的机会啊，他们 Vegas 溜了，那正面能不能把皮炎大将军扶起来，已经扶起来了、扶人速度好快啊，这 New Happy 这扶人速，刚倒扶人效率，对的。我们前面看到刚刚倒 ，New Happy 就已经把人扶起来了。那乱世这哪有想法的？而且天霸就在旁边，是一个劝架机会。对 ，New Happy 的话，小金圈先要把废子怼回去。这里 STK 最后一个人，我掏什么？再掏了一个掏了个雷出来，没什么效果，被蓝圈带走，无人生还这个圈边。他这个太慌了，这打的。战壕的位置目前还带圈，但是背后的话，这边 DAY 贴的非常近，可能也要抗压。那 Fade 这一侧的话，主要是把圈边这一侧 New Happy 的这个角度给卡住，但是 New Happy 已经是推到了近点了。只剩 New Happy 一队的话，他很难卡得住。他这个盯不住的，对他盯不住，他想踩出来盯的话，身位比较大。就看 New Happy 这波的一个突围了。投掷物刚刚在那一波和 TK 的那个乱石阵的角度已经是扔的差不多了。这个就是牛 happy 到这个位置基本就算完成任务了，飞子已经不敢出屋了，他现在全部都要回到房子里、对，房子也上不了了。对，牛三步是踩住高点，这棵树有没有机会能抓到，两个人夹角枪线，哇、但是枪硬啊，这全是头，要受蓝圈伤害了，上面两个人都在打起、这个雷有效果，正好 example 他的血量非常的残，一打一还剩乌巴上来Salute 完成了一波一穿三，全面的哪位由于在平台上自己的掩体不是很好，打纳瓦抓到了机会，是的，哈尔这波来收割残局了、知道这边刚好打完信息非常的全，几颗投掷物先行扔过来，侧翼有枪线拉过来啊，被闪一波输出， Roan 也是将 Salute 的分数收下，天霸主动进攻 CES， 石头镇的人已经打下来， CES 还分了两个人在北边，可以，天霸可以把人扶起来，还是满边，卢斯根在前点顶着，要看到对方的人， CES 这波还想要过来救人吗，他们有这样的想法，龙将军侧面在盯，已经发现过点的人了，卢斯根现在看了自己来的方向 GS 这一侧，侧面要摸过来了，有雷来了，林叔上来看一下情况，好，这个雷是丢在了后面，那回头去盯 GX，CS 这波啊出事了，少两个，这周平安是怎么进的中心？费子应该是主动还是他让到了这个圈边来了还是？对他让出来了，费子选择了圈边趴下，并且朝里面走了，有些小地形，但是明明的出手 ，QC 倒了，枪是真硬。平岩的位置不好拉呀，正好蓝圈已经过来了。火神后续给的雷能不能到位？看一下角度，差一点，栅栏卡住了。哇，这个雷！明明这过点好难受啊。现在天霸能够把整个的南部给控住。六埋了一个，哎，这个枪声很及时啊，这个信息。哦，六出手，天霸也过来了，那正好能形成一波夹击之势。来劝架的。六最终放倒了古斯塔夫。跑跑一颗手雷，直到倒地的方向直接投掷过去，雷的角度不错，不错。炮楼还有一个的，林叔被溜了，对面是个喷子，要小心。很近啊，这个距离。哎，有掩体还不错，对方进屋吃雷。哇，他自己走进去把自己炸到的。泡泡是个提前量的雷，扔到了那个炮楼里。阴差阳错啊，也是。用自己的身体踩雷。是的，天霸可以救，把人救下来之后。刚好卢斯根也踩到位了，龙的跑位是天霸能抓取到机会的。对，就是近点，其实他已经有人了，要小心。对，果然林叔和泡泡分别开花。哇，这么远，直接泡泡给格鲁萨直接泼死了一个。对的，这太夸张了。这个是一个80米左右的射击。
看，可以只看到一个很漂亮，这一波这就是双人协同，这就是经验呀，到位，漂亮 ，OK， 只看到烟雾弹里面出一个，是的，反应速度非常的迅速。那两边的二打二，那等于是龙斯哥和泡泡小队是完成了他们的任务，那最后跟队友打一波协同，帅的帅的，四打二了，药都不打。十二个直接过来抓了个锅点，哎，太空出手，泡泡倒地，这个还是不能大意的，这对面枪也很硬的，对的，太空在趴着，没问题，漂亮，龙四根船草射击，再来剩下一个，地形上应该能知道就在这个反坡了，已经落过枪了，是一个二人协同，有没有真爆弹？没问题 ，OK， 恭喜天霸，这个。